jungle. Audio Jungle. 综合报道，俄罗斯将于当地时间18日举行总统选举投票。此次共有包括俄现任总统普京在内的8名候选人参选。俄罗斯国内的民意调查显示，普京支持率持续领跑。3月18日，中新网，普京已经当了3届俄罗斯总统，说起来确实不容易。在俄罗斯上下的一片期盼声中，普京决定参加2018年总统选举。今天3月18日，俄罗斯总统大选正式启幕，祝普京好运。俄罗斯目前确实面临困境，国内因为受到西方国家制裁，经济复苏困难，虽然去年有了一点起色，但不可持续，居民收入不高，贫困人口还多，民众幸福感不强。国外与美国的关系持续紧张，甚至在叙利亚问题上剑拔弩张，英国因为间谍问题驱逐俄罗斯外交官，乌克兰因为克里米亚问题禁止俄公民在其境内参加总统选举投票。俄罗斯内外交困，需要普京这样的政治强人拯救俄罗斯，需要普京这样有能力、有担当、有爱心的人继续带领俄罗斯前进。当的时间3月2日，普京参加全俄人民阵线的主要媒体论坛，在被问及如果能够回到过去并改变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件事，是会做何种选择，普京表示渴望阻止苏联解体。普京的回答体现出国家情怀和政治担当，令俄罗斯民众感慨和动容。俄罗斯总统选举事关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，事关俄罗斯民众的福祉。民调一直显示普京支持率在8名候选人中遥遥领先，最新民调显示 64% 到 67% 的俄罗斯选民准备把选票投给普京。应该说，普京当选总统十拿九稳，叠板钉钉。尽管如此，普京依然努力做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3月16日，也就是总统大选前2天，作为现任总统，普京还发表了一份告全民书，号召俄公民参加总统选举投票，给我20年，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。这是普京第一次当选总统时对俄罗斯民众许下的豪言壮语。在普京的3个总统任期中，普京都在围绕这个目标努力，而且一步一步接近目标。如果普京连任开启第4个总统任期，俄罗斯的未来大有希望。相信普京，祝福普京。茅台云。